你曾问我爱情是什么？看过很多童话的你，肯定认为，拥有了爱情，就像公主和王子一样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然而现实却总像那种恶毒的皇后，冷不丁就抽你一个大嘴巴。 其实和爱情最像的，应该是冬虫夏草，随着季节的改变，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。爱情这东西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段，我带着我的团队经营了一家复合婚恋咨询事务所。我们的使命是帮助感情破裂的夫妻或情侣重新复合。 这位先生，你们有点眼熟。他叫梅勇，从北上广到江浙沪包邮一带，都鼎鼎有名的分手大师，专职给人分手离婚，以及相关婚恋咨询业务。我不认识他，但坦白说，我经营复合大师的 APP 的灵感，确实来自他。 对他的创意我很欣赏，但是对他的理念，我实在不能苟同。我一直想问这个世界怎么了？爱情的美好还需要质疑吗？有人问我分手大师是我要追赶的目标吗？我说不，我的目标是要彻底消灭分手大师这个行业。从那天起。 也有人叫我复合大师。骗子！我脑子有病，怎么会投资你们这个 Apple？ 不是 Apple， 你可以叫 APP。 也可以叫 app， 李段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管他什么屁，提早进军投资业绝对是个决策上的失误。我当初怎么就听？都给我兄弟俩做的！能不能坐那儿？能。 24小时之内，我撤资，你们撤离，这儿变冷库。冻住肉！哎，等一下，手机是我公司的。金总，互联网加的时代，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和资本把酒言欢的机会。你总不能一辈子做厨子吧？之前我帮你开发的卖小龙虾的 APP 不是挺好用的吗？ 什么？我们的用户评分率高达 4.9， 远超分手大师。评分是真高啊，可评分的人数一共26个。哎，你们四个把亲戚朋友都叫齐了吗？从一开始就拿分手大师 APP 跟我说事儿，给了你们8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用户没上500，这数据怎么跟分手大师比？ 哎，你我什么我？你这样不太好。别总拿高科技跟我整事儿，哥们儿懂。真当我土鳖金呢？哥们儿土豪金，都给我撤，给我搬！电视给我拆了，搬走。电视早就坏了。全搬走！哎哎。 你电脑给我放下，那是我的。哎，那又是我的洞。水抽了，把那个鱼也给我拿，塑料袋装走。别！
拆了，明天找搬家公司全搬走。等一下，金总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还你50万用户。这个庞威有名吗？你说呢？光粉丝就3000万呢。上次在微博上错误操作发了一个逗号，还有5万的点赞，人称小鲜肉当中的半老冻肉。一个小时前，我接到一个咨询客户的电话，他的语气遮遮掩掩，非常奇怪，而且他问的问题也很有意思。他一直在问我会不会有其他客户在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才确保亲自出现。注意语气，是亲自出现。我问他的名字，想做个登记，他只告诉我他姓庞。我再问他其他细节，他只跟我说：“对不起，不方便。”而这个人的语气和声音，跟刚才电视里的庞威一模一样。对不起，方便吗？伟伟哥哥，你想喝什么吗？茶有生普、熟普、铁观音，咖啡有美式拿铁、卡布奇诺。不用麻烦，李总喝什么我就喝什么。嗯，好好啊，啊。这个，你喝这个，其他撤。谢谢啊。我没看太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林总啊，哪儿都好，情商智商双高人士，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严重的选择障碍症。选择障碍症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同类东西放在面前让他选择，他拿起这个就忘不了那个。你让他做决定，可能谋杀。别看他爸妈给他起个名字叫李断，其实他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当断不断，当断不断，藕断丝连。所以我这辈子最适合做的就是复合大师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的选择性障碍症并不影响我的专业性。其实能有选择可以做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新闻你明天都看了吧？其实那个女孩我根本不认识她，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说什么一个品牌赞助要谈合作，所以有个饭局非去不可。所有的照片都是借位拍的，当天也不是我们两个人在场，很多人都在，我是被坑了。我相信你说的一切，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？你们这不是什么复合工作室吗？帮我跟我女朋友复合呀。这绯闻出来第二天她就不见了。在媒体发现之前找到伟仔的女朋友 Tina。 周末，你凭什么认定伟仔有女朋友，而且是 Tina 呢？爆料虽然是初级粉，可是他对伟仔可是真爱。拍到 Tina 和伟仔的照片之后，并没有上网去骗点击率，而是第一时间来交给我，所以我愿意相信他。现在经纪公司既没有接我们的电话，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指令，显然是出大事儿了。所以在危机关头，大家必须要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大家一定要用文明友好、高素质的方式去支持我们的伟仔。大家齐心协力干好自己的工作。我们的口号是：爱伟仔，爱生活。周末，23岁，
读完大学就主动选择了非主流的人生，他是爱岗敬业的干着庞伟粉丝会的会长，纯属义务劳动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再过不久，我将会认识他，我的人生从此就被绑上了过山车，那种滋味，你懂的。威仔，你好啊。对不起，不方便。缇娜，复合庞伟，这是救我们事务所唯一的机会。喂，妈，那什么，我这两天先不回家了啊。不用不用，你忙你的啊。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30周年纪念日，本来说请你们二老吃饭的，跟我爸在一起吗？啊，啊，不，没有。那什么，妈，那个。我们工作室接了一个大单，马上就能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年底的时候带你和我爸去马尔代夫玩，自由行不跟团。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还有点事儿啊。哎，好。妈妈妈。老大，这是你要的书。你爸妈真好，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愿意自由行。哎呀，要是我爸妈的话，肯定没戏。这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职业的意义。我爸妈。用他一生去证明，爱情就如同倒吃甘蔗，越吃越甜。对不起啊，我儿子的电话。两位在一起风风雨雨30年，为什么非要离婚？我是浙江人，他是北京人。我喜欢吃米，他喜欢吃面。我喜欢吃甜的，他老要吃咸的。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，一结婚就发现太不合适了。是，也坚持了30年，就是为了我们的儿子。别看我们吵了一辈子啊。可我儿子根本不晓得，因为我们两个从来不当着他的面吵架。我们私下约好了，如果儿子不独立、不成熟，我们就不离婚，因为我们的儿子绝不能在一个离异的家庭里面长大。啊，现在好了，虽然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是他现在事业有成，也不需要我。我们呢也不需要把戏再演下去了。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我们两个正常的离婚，还能让我儿子欣然接受的方法呢？啊，那个，我们听说您特别的有本事，专门能让人无痛分娩啊，不是啊，无痛分手。这个是我们的定金。分手大师，钱我就不收了。今天大酬宾，你们将会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单。从此往后，江湖上就没有分手大师了。对了。方案晚点发给你们。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，当时的我完全被蒙在鼓里。就在身为复合大师的我眼看要迎来人生最辉煌的一次复合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却要被分手了。会长来了。会长，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我见到伟仔了。那他怎么样？他行色匆忙，告诉我呢不太方便，不过他有个信息让我转达给大家，就是他很好，很坚强，很爱我们。哇！妈妈，我查到了。
姐们叫贺周一，29岁，职业记者。漏洞百出的二杆子女愤青，气场强大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他了，反正我跟他不熟。解释。又怎么了？新街口附近首饰店夜间违法进行首饰加工，有没有？反复投诉相关部门，没人搭理，有没有？我为了追查此事，连续蹲点守夜3个星期，有木有？说好的报纸头版头条，今天报纸出街了，变成这样，我现在一口血压在胸口，你好歹给我找个地方吐一吐，有木有啊？不就是篇幅小了一点吗？选题还可以，态度也不错，但是有一点，观点不太正确，有些片面，尤其是三观。我跟你讲，千万别再跟我聊三观。什么是三观正确呀？啊，老黄瓜刷绿漆，这叫三观正确？水果烂了贴标签挡，这叫三观正确？爹妈给的相貌不满意，非跑韩国整鼻子垫下巴弄一网红脸，这叫三观正确？哎，是我。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安排，马上安排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办？您就接着装，是吧？装忙，跟我打岔，是吧？老高，今儿啊，这事没个说法，我还就不走了。就是你了，啊！大明星庞伟，绯闻的案情有了反转。不是，您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我是做社会新闻深度调查的，我不是狗仔。您啊，爱让谁去谁去，我门都没有。老板，来个香飘飘。哎，好嘞，老大。这种稿子我真不会写、啊。不用。你就是分手大师梅远归。对不起，小弟弟，今天我不方便见你。我是复合大师。我承认做情感体验型 APP 是受你的启发，但是我对你的想法不能苟同，我一定会击垮你。好，那我们就赌一把，谁输了，满足对方一个愿望。赌什么？刚才你跟踪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和你擦肩而过，他身上有几个扣子。
14个。他的手包里面有一颗暗扣。VIP 包厢里有多少个人？10个。错，11个。里面有一个人是孕妇。山上有几棵松树？76棵。我说了，愿赌服输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飞行大师。满意吗，李段？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，不管是分手还是复合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替人解决情感问题吗？在模仿我的团队当中，你是最像的，加油。哦，对了，是75颗。右边第5颗是侧摆。还想我怎么样？庞伟的事，你知我知，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我弄死你。分手大师，你好，我正在读你的书。本来以为像你这种书，一定是那种胡编乱造的，廉价的像心灵鸡汤一样。没想到，完全被你吸引，我竟然一口气读完了。那些真实的案例，个个精彩、有趣、生动，看得出来，你真的走进了那些客户的心里，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烦恼和幸福。不然，又怎么能替他们解决困扰呢？就像你书里说的，众生皆苦，每一个在情感难题里的人都是弱者。我们只能用乐观对抗生活里的不幸。我对这句话太有共鸣了。我问你，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哭泣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和生活斗智斗勇。近日来，
受人关注的庞伟绯闻事件热度不退，个别自媒体公众号悬赏重金，希望找到地下女友的线索。这个案子和以往的案子都有不同，它关系着婚恋事务所的生死存亡，只能胜，不能败。幸运的是，我有一支强大的团队，我的 team。大方向确定了，根据庞伟提供的他女朋友的个人信息，应该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活动，一共是12家小区。按照 Tina 居住的档次呢，应该是3家高档小区当中的一家，而他最后一次发微博的地点就在这个区域里的一家医院。这位大爷姓包，大家都叫他包教授，长得有点露露的，谁都以为他是电脑城股东配件的二把刀，其实他是我们的技术顶梁柱，名副其实的电脑大师。33岁，单身，本地土著，家里有房，还有四合院。唯一的毛病就是，谁用完卫生纸不知道换上，缺不缺德啊？我昨天刚换上新的，今儿就剩一盒了。抠，爱占小便宜，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抠门的人。有人一边上大号，一边抱着卷纸当跑凯。准备怎么样了？你永远不要担心我。不干胶，号称工艺大师。一双巧手，最善以假乱真，年龄大概27、28岁，学历不详，家庭背景不详。我一直怀疑他是找不到工作，跑到我这里混口饭吃，所以至今没有给他转正。那三家小区我去过了，发现有一家进不去。我从门口经过的时候，发现安保特别严。不过我们可以按照计划准备材料。叶子，陪我去一趟吧。闭嘴，不许叫叶子，要叫嫂子。别闹。叶子，27岁，小镇女青年，无车无房无男友，精通各类花边新闻八卦小道消息。虽然她身边的这两位男士每天为她挣得不可开交，但心情远高的她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她自称后宫佳丽3000，天下所有长得帅的欧巴都是她的老公。师大成教学院心理学毕业，自称心理大师的网瘾少女。现在已经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普通网友的微博内容提到了 Tina， 好在没有太多人发现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只有一条评论。你可以证实你的言论吗？这个评论者的身份姓贺，贺周一。你怎么知道？找到了 ，Tina 出现了。复合大师，行动。小区有规定，快递外卖一律只能送到大门口，由我们转交给业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俺们不是外卖，俺们是龙虾在线，专门上门给客户做饭的。厨子现在还能上门做饭了？那是。你们是哪个饭店的？说了吗？龙虾在线嘛，你看。就是，俺们是互联网企业，没有门店。俺们约的是11:30给人客户做饭，你说你再不让俺进去，这一会儿客户急了，是削俺们呢还是削你？你这人客户都饿坏了，走了走了。哎，等会儿我跟业主联系一下。哎，不用，人饿了就不用问了。你看业主饿了没有力气接电话了，让我们进去吧。哎，等等。大哥，求你了，再晚了客户该投诉俺们了。那好吧，你们进去吧。你看，你这业主都饿坏了。我们过去。谢谢大哥。哎，等等，什么事儿？你是山东什么地方的？
俺是山东青岛的。哎呦，老乡哎！我也是青岛的。你也是青岛的？我是南区，你哪个青岛？俺也是城南区的。老乡见，老乡，回见。回见啊！哎，二区市场前面座位就到了啊！谢谢老乡。哎，再见啊！老乡见老乡，两眼里望。我们不是送外卖的，我们是特地来找您的，因为我们是庞伟的朋友。真的？干什么呀你们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现在外面全世界都在找您，您不想惊动大家吧？您只要给我们三分钟，三分钟之后我们立马走人。对，三分钟。这会死人的，只要三分钟。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只有你能够救维达。谁啊？这什么人？这是跟你们一起的吗？不认识。不是的。撒手姑娘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是维达粉丝会的会长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危难之际，只有你能够救维仔了。放手！姐姐，保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人？谁到我们小区啊？我这人非法入侵。不是，不是，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你误会了，那个视频是有人造假的，我当报社里面我听到了。姐姐，你都听到看到什么？这个人陷害了那个人，然后那个人要告发条，那个人说他不干了。这人是谁？那人又谁？那刀架活就看见四条腿，两男的，不知道。闭嘴！保安没来，谁也不许走。我要查清楚你们到底是谁。如果要是媒体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你们。sorry， 天堂小姐，让你受惊了。sorry， 天堂小姐，让你受惊了。我查清楚，他们都什么身份？我带走。那倒不用，这俩人确实是在我们保安部门口登记过的，身份证、电话号码，还有我们的工作单位都准确无误。关键是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，确实没有理由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。对呀，您刚才都让我们进来了，我们是来帮您的。那他呢？谁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这个玩意儿确实是趁我不备的时候闯进来的，为此我仅代表保安部向你表示郑重的道歉。Sorry。哎，您找谁啊？跟你们物业经理约好了，我过来采访。您把墨镜摘了看看。可以了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您是来采访什么？哎，刘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和周一啊，我到了，我已经到你们小区门口了。现在门卫不让我进，你都打好招呼了吗？哦，他工号啊。您请进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可以进来了，嗯。你们物业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呀？哎，姐，前头左边，前头左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人说了，这一小区根本就不安全，找到一个素人保安能安全吗？我不着急。谁死的？谁死的？三分钟。三分钟。是这样的，刘经理。我收到新闻爆料说，著名主持人 Tina 小姐住在咱们小区。1区5号楼，他周围经常有粉丝出现，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人家私生活，有这事儿没有？不可能，那缇娜小姐刚入住不久，不可能有人知道她住处啊。再说了，她是住在2区17号，你说是1区15号，你这种信息都不符合呀，你这个。哎，您别激动，您说的这些信息我们会去核实，但是缇娜小姐
被骚扰也是事实，是吧？你个对眼儿，你要揪我去哪儿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哎，怎么回事你们？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回事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回事啊？缇娜小姐都投诉多少回了，你不知道啊？还让媒体人进来？啊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看六号楼又个人勾勾身身猫进去，你还跟不去看看去？不可能啊！哎，我给学家打电话问问。打什么电话？打电话？跟你不自己去看看去？完了出事儿谁负责？行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见过你。哟，终于找着我了！你终于知道我在哪儿了。还有你俩同伙，你们仨搁一块儿，我就想起来了。你们那天是跟庞伟在一起吧？你们是？韦仔请的危机公关顾问。你要是能帮助韦仔，我们韦韦粉丝会几百万的粉丝都把你视为恩公，我们会感谢你八辈祖宗的。可是你帮不了韦仔的话，我们……你放心，这是我们的职业。看看刚才我们问韦仔拼成什么样了啊。缇娜小姐，实不相瞒，其实以前我也是您的粉丝，后来为什么不是您的粉丝了呢？因为今天见到您本人，我发现您跟之前的你确实憔悴了不少。我手机的屏保应该会把你换掉。哎，别试图打击我，我跟庞伟不一样，他是超级巨星，我是什么？他们都说是过气女主，当然没有那些事儿了，人庞伟亲口说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女孩，她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差了点，太任性了。这绯闻一出来，他都不听我解释，电话关机，怎么都联系不上他。现在也搬家了。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半年多。等会儿，他说跟我在一起半年多。对啊，半年多。啊。他请你们过来劝我，结果没告诉你们我跟他在一起八年了。八年，陶伟让你们来劝我，结果连句实话也不跟你们说，你们让我怎么相信他？手机给我。秘书啊，这是我电话号码，粉丝会有任何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周末。周末愉快。你叫什么呀？恩公，就叫你恩公吧。我明天让你活，信不信？你别吓唬我，谁让你刺探明星情报的？周末，你大周末在这晃什么呢？周一，你大周末在这晃什么呢？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去跟我保安室说清楚。我有事。走。哎，快走。给我等会儿，我俩账还没算完呢。你别待着。你怎么回事？什么我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回事？过来追星了是不是？我追的不是星，一天到晚那脑子想什么呢？你先别管我想什么，你先把欠我钱还。你别那么多废话，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你姐？我能不能管你？还钱。我是不是你姐？还钱。你说韵律，我是不是他姐？是。我能不能管他？能。你别跟我废话了，我现在数三个数，你跟我回家。一。